那么即阵咱的名字是咱的军中团。那么跟军中团所有兄弟，今日在咱东方村参加了咱今日的歌谣庆祝，按调进改编。欢迎咱所有军中团的咱的兄弟，咱所有兄弟，大家一路辛苦，要进一步发展平安顺遂。代表着东方村管理委员会致力委员陈先生。各位观众、观众、观众、观众，欢迎各位，并且各位继续在咱们本地进行这个下雨多谢。将牌楼的电灯打开。